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超。我今儿干完零活，我这正好，我过两天不是要去河北了，正好在这旁边一个特产店，我去里边抽个买点礼具，走吧。因为老去河北老点奶呀啥的，那种东西因为都有，像那特产嘛，尽量带点这种特产，有都是他们那边都没有。我今天不知道啥，反正在里边抽抽吧，我也不知道买啥。像之前我买过俺这特产是猪蹄儿啦，还有那种王成屋的驴肉跟那一个牛肉啥的，还有辣椒酱，这都买过了，所以说也不稀罕了。我现在再瞅瞅看浦阳这边，俺清风这边不知道还有啥稀罕的没？没有这个鸡，鲜鱼鸡、燕鱼鸡，这个我吃过一回，挺好的。买个这，还有咱清风枣鱼。像这种王成屋的枣鱼，那是枣鱼吧？这个好，这个枣鱼好吃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枣鱼挺正宗的，这个。现在回来了，像这种东西，得放个阴凉的地方，不能在车上放的。像奶娃我都放车上了，走吧。我现在就是头年在第一年去过节，这8月15去，我也不知道点啥。这有俺爸过来先买酒，还有车上还有两箱奶。这在那边买了点特产，里边还有别的东西。这是我上回带俺妹妹那小瑞那边直播间来买的那种每日坚果，再点两箱这。拜拜。我现在你看看中午现在是1月、2月、3月，还有2月、4月、5月、6月，还有月饼。这是枣鱼，这枣鱼挺好吃的。你不买这么多，这多了吃了。我现在抽个8月。回家咱妈就得说你，跟你说吧。具体我也不知道在哪啥，后来我再问人家。但是车上还有几件东西，这家还有几件。这看看够不？够不？还有准备啥嘞？够不？再去买点。够了吧？真多，够了。我本来还想的是啥？我现在水果没买，我们咱当天去之前直接都买好，在路上买了。我说现在买点水果嘞。那没行，咱还有啤酒还没买来，等呢。刚才咱妈还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来的时候啥也别买，我啥也别拿。我说我光我啥也没敢说。我昨天咱妈还说要是不能来就别来了，因为又到芒种的时间，又怕咱忙，然后到那边妈又忙，又怕。给我顾不了孩子，妈就说要不行就过了这段时间。后来我想了想，我跟妈说我想去，妈说那你要是愿意来，那就来吧，来少站两天。其实妈的意思就是过了这个节你来了，可以来这多待几天，我给你带带孩子。这8月15了，该去嘞，但是在那地也没忙，到时候忙吐了就回来了。老多给你拿个手，是谁敢买老水？把老水，咱拿那些东西，把你都撵出去，来不来？该给礼数，不能断礼数。是。就这吧，放冰箱里。这吃八月十五有啥习俗吗？那边。没有，咱大伙儿一起吃个饭，一个呢。没谁多，真的。真的。下回你告诉我，我不知道我心里没谱。真没。超哥，虽然是。已经去过好几趟了，但是还是很紧张。到那儿也是，上回紧张到什么程度？俩人跟我哥，俩人吃完饭，他们俩都有一个习惯，吃完饭抽根烟，然后上厕所。可是俩人这个习惯统一了，你知道不？结果俩人僵在那儿，在院子里抽烟，你抽一口，我抽一口，你抽一口，我抽一口。最后我哥说：“那你先上厕所吧。”笑死我了。